一起划过云朵，抬头刚好看到日落，想你的心起起落落，思念入了夜色、啊、你们的海星光闪烁，隔着几万里的执着，要说的每个字不过，你有没有想我、哦哦、想要见你，想长出翅膀到了身边，想和你一起，想拥有我们的回忆，雨和天空秘密联络，也爱你一切都出错，就算哪里有气息破，我都不是所措，我也不可求，别界限属于爱的字眼，被告白的无言，当你说的话我站在心间，说一遍，亲爱的，忘了不可能吧，请用青春用那我先过去了。好。哎呦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受伤吗？哦，没事。哎，跟你没关系。我们要去哪儿啊？哎，你放开我！你告诉我们去哪儿？看，是一涵。一涵，一涵，等一下，哎。你要干嘛？脱衣服。我为什么要脱衣服啊？叫你脱你就脱。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呀？我是让你把他的衣服脱了穿我的衣服。我就不脱。那小姑娘怎么这么倔呀？哎。哎。干嘛？你给我，你干嘛？过来穿衣服。我不去。穿衣服。我去。快点儿。看表情。
我干嘛？谁让你让我送蛋包饭的？你可以不送啊，还不是你自己家的钱。球，不对呀、啊！你怎么忽然带我来这儿了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啊？知道什么呀？他们好像认出你来了。是认出你了吧？哎，没事儿，我觉得那些照片挺可爱的。哪里可爱了？我觉得从今天早上开始，他们就开始嘲笑我。刚好我今天没戏。我要让你接受一下业务培训。什么培训？如何适应别人的目光？啊？当我飞机划过云朵，抬头刚好看到日落，想你的心起起落落，思念入了夜。干嘛呀？你给我带！你们的海星光闪烁，隔着几万里的执着。说的每个字不过，你有没有想我？哦哦，想要见你，想长出翅膀到身边，想和你一起享用我们的回忆，雨和天空。心起起落落，思念入了夜色。你们的开心的闪烁，隔着几万里的执着，我说的每个字不过，你有没有想我？想要见你，想长出翅膀到身边，想和你一起享用我们的回忆，雨和天。好像很喜欢这里啊。嗯，我挺喜欢这里的。嗯，因为我特别喜欢《冰雪奇缘》，
我记得有一个人说过，结局是美好的。虽然过程有点起伏，但是告诉我们的是，爱我们的人永远会在我们的身边，即使不在我们身边，那也是一个转身的距离。不要害怕自己的缺点，不要害怕梦想的遥远，勇敢地面对真实的自己，勇敢面对真实的心愿，还有就是，为自己设定方向，制定目标，朝着不断努力的自己，果敢前进，持续前进，做真实的自己，本身就是一个美好的梦想。做真实的自己，是最快乐、最幸福的事情。怎么样？很开心，谢谢你。开心就好。记住，任何时候都不要因为别人的目光让自己不开心。这件事情我学了很久，你倒学得挺快。可是作为公众人物，不就应该备受关注吗？你应该很喜欢才对啊，怎么听起来好像很委屈的样子啊？其实我要的很简单，我只想成为一名出色的歌手，一名优秀的演员，而不是一个明星。可是很奇怪，好像要先成为一个明星，才有更多的人能听到你的声音，看到你的努力。但是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当然不一样了。如果我们哪天都不在了，谁还记得我们吃饭睡觉谈恋爱那点破事儿啊？但写一首好歌，塑造一个让人难忘的角色，就不一样。我想这就是生命得以传递的意义吧。你懂不懂？又上热搜了，只是干了一些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事了，无聊。裴悠悠，你凭什么？人家也想要。喂，江凯。哎呦，宝贝儿，这大半夜的是怎么了？你看热搜没有？哦，是易涵那个吧？我看着了，怎么了？你明天赶紧给我安排一下，我也要跟我男朋友当众约会。
没换啊？换了呀。挺好，挺好，给露出来。谈恋爱一定要弄成这个样子吗？那当然了，要不然别人怎么知道你是我男朋友，我是你女朋友？谈恋爱不就两个人事情，干嘛要铺天盖地让所有人都知道啊？别人都不知道的，那叫地下情。走吧，坐我的车去现场。要迟到了！哎，等一下，这么热的天，你穿这么……哎，好了，走吧。陆明，怎么了？我眼睛好像挤东西了，好疼。真没有啊，什么都没有啊。有，肯定有，你再看看。我看，我看。你要再疼的话，我待会儿给你买眼药水去。先进去吧，大家都在等你。陆明，哎呦！哎，我脚扭了，好痛啊！脚怎么突然扭了呢？动不了，动不了了。进去吗？嗯。疼吗？疼，还能走吗？走不了了，要不你背我吧，快点，快迟到了。你裙子太短了，帮你系一下。你知道你很无聊吗？你这是在浪费别人时间。把包给我。啊，调整一下，再来一遍。职场八三七七四，一备，喊声。好，再来。好，再来，再来，调整一下，再来一遍。咔咔咔，再来。咔，真的很好，你再保一下。职场八十三七二十一四，预备，开始。
看，再来。导演，这条已经拍了六个小时了，大家都累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收工。是这样，今天呢，大家都很辛苦，这个光就打了三个小时，你说不拍好像不太尊重大家吧？你拎这个箱子拍六个小时试试，你尊重过我吗？这场戏呢，我之前跟你说过，确实不好演，有难度，因为要体现这个人物坚持到了极限仍然不放弃的一个状态。但是你一直给不到我，那我只能说用别的方法刺激你，一遍又一遍的帮你创造这个状态，有问题吗？林天诺，你说你是不是单独针对我？这里没有人想要针对你，只是想对我自己的作品负责任。其次，如果你业务能力够好的话，也没有人针对得了你。我不拍了。没想到你这么不专业。哥，我告诉你什么是不专业。现在拍不了了吧？哥，哥，我走。衣服只有一件，回来就不接戏了。旁边，听我说，这是商品。打一下看地铁电话，我找不到。喂，坎姐，出大事了！韩哥好久没说那句话了。他说他不干了。对。现在怎么办？什么原因？易涵擅自离开片场，都是我方的过失，我先向您道歉。同时，我们会承担剧组全部的损失。没关系，剧组这边呢，你放心，我会处理。我明白，有的时候演员情绪上来不太好控制，我可以理解，我也可以给他时间，让他自己好好调整一下。谢谢。好，拜拜。大家辛苦了，收工。谢谢导演。那明天，你回去跟统筹说一下，明天先拍女主的戏吧。好啊。哎，说。所以，你真的喜欢我姐吗？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但是我要告诉你啊，你这个问题的答案呢，跟今天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间接或直接的关系。我要做的目的就只有一个，把戏拍好。对不起，赶紧收拾东西。手机给我，给我。你看见了？你能不能不要删了呀？你知道我做错了，你要跟我分手。这是我们俩唯一一张合影，你让我自己留着看看不行吗？
这么低的像素，你看是不难受吗？再拍一张好了。看镜头啊，笑啊，笑。不是我气了，还在生气。对不起什么？我不该背着你翻脸偷拍咱们俩的亲密照片。那不是重点，我生气的是因为你这些无聊的事情耽误了整个剧组的拍摄进度。这些天来我跟在导演身边学习，我发现不仅仅是专业的技能，专业的态度也很重要。我想好好对待这份工作，希望你也是。我知道了，我不会了。那就好。那你还是我男朋友吗？看你表现了。怎么表现？气氛上岗怎么样？什么？你怎么那么多话呀？你这是在表扬我吗？那你给我加十分好不好？哎呦，你刚才对我好凶，我要一个安慰的抱抱。你怎么来了？路过，看到灯亮着，顺便接你回家。哦，那你得等我一会儿，要不然上来坐一下。你忙你的。墙上这些都是你画的？对啊，是不是还不错？嗯，画的挺好的。等等，居然还会夸我？你受什么刺激了？该不会是在现场被导演骂了吧？开什么玩笑，我会被骂？也是也是，谁敢骂你呀，对吧？只有像我这种默默无闻的小人物，才会今天被店长骂，明天被客人骂。对了，回家还要被你骂。明明是我们两个互骂。也是，反正我赢的比较多。你在外面经常被骂吗？嗯，是呀，哎，反正也习惯了，无所谓。
所以说你们女人就会窝里横，别人骂你你就骂回去，你在这里数落我的时候不是挺能耐的吗？那哪能一样呀，工作的事儿可是很复杂的，骂回去就能解决问题吗？只有小孩子受了委屈才会哭会闹，需要人哄，大人的世界哪那么容易啊。那你喜欢这个世界吗？有时候喜欢，有时候又不喜欢。这么说吧，这个世界上大多数时间还是很艰辛的，可是当你发现艰难的不得了的时候，还是有一小部分美好可以留住你的。画完了吗？嗯，快了。快点画，画完陪我去个地方。可是现在已经很晚了，我明天还要早起呢。我付钱。那好吧。你看，当你愿意付给我钱的时候，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一刻。扫码支付可以吗？想得美。别光自己喝呀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只是觉得以前刚出道的时候没有话语权，每天被人家挑选，心里想的是要是红了就好，红了就有话语权，就可以随心所欲想干嘛干嘛。可现在好像是红了，却没有想象中那么自由，就像坎迪说的，逃了又能怎么样，最后还不是要回来。我就像一只被关了很久的鸟，以前没自由，现在有自由了，翅膀却老化。你应该是从剧组逃出来了吧，受了委屈闹罢工，然后心想自己还要回去，就特别悲伤。你这个女人话为什么这么多？被我猜中了。别生气了，明天就赶紧回去吧。你要知道呀，你的这种不自由呢，是因为被需要和被期待。你要珍惜这一段来之不易的情感。可是衣服坏了，回不去。衣服？哪儿呢？这个简单，这里收一下，再弄一个胸针就可以了。你帮我拿一下我的工具箱。啊，你要在这儿弄啊？这儿怎么弄啊？总是在指甲上画画，就发现这种微缩的图案别具美感，所以啊，它不只可以出现在指甲上，还可以出现在别的地方，所以我就尝试着做图，做了一些胸针、耳钉还有戒托之类的。你可是第一个用上的。哦，对了，你那个角色叫沈病是吧？他好像喜欢塞尚，那我就在上面画一个类似的图案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怎么对我的剧本感觉比对我还熟啊？是因为林天诺吗？算是吧，我从小跟他一起长大的，所以他想表达什么我一眼就看得出来。我不要你弄。哎，怎么了呀？小孩子一样，吃醋了？吃什么醋？我就是因为林天诺才拍不下去的，我觉得他公报私仇。你们能有什么私仇啊？没仇。他这个人吧，就是爱较真儿，小时候就是这样的，
只要一做起自己的事情呢，就六亲不认。但我觉得还好呀，不坚持自己的想法，哪有什么个人风格呀？再说了，你不也觉得他很有才华吗？就是因为我觉得他有才华，所以我才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有才华。你当然有才华了呀，我觉得你演的超好的。说的像你看过我演的戏一样。我当然看过了，你演的电视剧我一部都没有落下过，全看过。那你说，你最喜欢我演的哪个角色？我最喜欢的还是《假如我不是我》里的苏先生，虽然那个是你早期的作品，演的也不是什么重要的角色，但我觉得你把那种小人物的挣扎和无奈，还有当时环境下的爱而不得，全都演出来了。我当时看得特别心疼，看到你从轮渡上离开的时候，我都哭了呢。真看过，你还不承认，你就是喜欢我，对不对？各位媒体朋友，请听我说两句。首先呢，易涵先生并没有罢工，更没有贸然离组。其实自从余生剧组开机到现在，易涵就表现出了非常高的专业素养，也很敬业。所以昨天流出的一些视频花絮，只不过呢是我们在现场非常正常的探讨一些业务上的问题，希望各位不要断章取义。其次，也很感谢大家这段时间以来对余生剧组的关注，请相信无论是我还是易涵，我们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完成这部电影，尽快呢给大家交上满意的答卷，以不辜负大家的期望。你还不承认，你就是喜欢我，对不对？傍晚飞机划过云朵，抬头刚好看到雨落，想你的心起起落落，思念入了夜色，弥漫的开心光闪烁，隔着几万里的执着，要说的每个字不过，你有没有想我？想要见你，想长出翅膀到你身边，想和你一起，想拥有我们的回忆。雨和天空秘密联络，为爱你一切都折磨，就算那你要清醒我，我都不知所措，我也从不穿越界限，属于爱的字眼被告白的无言，当你说的话恍然了心间，哦，不顾一切，界限属于爱的字眼被告白的无言。
就在片场旁边的丽君酒店，房间1615，20分钟内你一个人过来，不要迟到，否则我不保证这张照片里的东西会出现在什么地方。在我身